各位，给各位报告一个恐怖的消息：2016年，绝色女声风华绝代演唱会又再度展开啦！麻烦介绍一下。 继那个3年前我们办过绝色女声之后呢，4年前，有那么快吗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们就2016年的1月2号在台北场开始，然后我们就是接连的北中南东，然后就巡回演唱。这次就有到花莲哈，对，早该去了嘛。是不是？是，欢迎大家一起去风华绝代女声绝色女声的演唱会。好，这个恐怖的消息告诉大家。好，来。 鬼影来去为你中，灯火明灭，晴空又到了每个礼拜一来自冥王星的鬼灯奖。节目一开始，除了介绍这么欢乐的表演之外呢，要给各位看一段影片，发生在高雄，一个网友他货车上的东西被抢走了，结果他决定看一下监视录影带，却看到这个景看。里面有人呢，就是在里面在走。 这人在上，俺昨仔在我听内底到人，无人啊！伊就即摆伫内底一直行，一直行无？嘿嘿，即摆内底有一个人伫遐咧行呢，啊，伊是咧讲，好，你点点。 监视器真实拍下落地窗走动的人影，他们是黑白无常，还是在这办后事的往生者呢？ 就是一个葬仪社，殡仪馆。殡仪馆啊，我们刚刚看到玻璃的这个地方啊，其实是他们放大体的地方。所以刚拍到这个灰灰白白的影子，其实是不是黑白无常？它其实是在那边往生的，它在找路。哦，它在找门口要出去，所以它一直来回这样子找不到路。对，好，恐怖哎。来，欢迎第一棒声音。 他到此一游。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呢，是我今年在中秋节的时候，我们烤肉的时候，我听到一个朋友分享的。有一年，他小孩7岁的时候，那一年呢放暑假，他就想说，他跟他儿子就可以一起来一个男人之旅。好，那就去露营。 因为他知道他朋友呢在山上附近有一个农场，那那农场后面有一片山，有很多的营地，很多人去那边回来都分享说，哦，那里很棒。然后有一些人在那边有遇到一些特别的事情，所以回来都很有回忆。就那一天他们其实就出门，出门之后到了那边呢，他就跟他们打跟农场的朋友打招呼，然后就在那里玩了一两天之后，他们就开始往山上移动。 那这7天呢，他们就是拍拍照片，留下了很多的回忆。那每天的爬山、下山、爬山这样子，只是说他们觉得很奇怪，因为他们两个人觉得有点可惜。每一张照片拍出来的感觉都是阴阴暗暗的。回到家，他觉得啊异常的累，就全部东西乱丢，就睡着。睡着的时候呢，他说：“哦，你怎么知道我半夜时阵，我都梦到一个查某一直跟我讲，你来我家耍啊，你来我家耍啊，就好耍的哦。”他就吓醒，就他醒来的时候是早上。 他看到他老婆，觉得他前面说你冲啊啦，阿个锤拢袂敢乱七八糟。你知道他就转头，他就看到他的墙壁上面就写说某某某到此一游，然后某某某到此灯罩上也是，然后墙壁上，然后地板上，然后还有泥土夹带了一点泥土，他就觉得说是不是他的小孩在恶作剧或是乱画，就他就看到他棉被动了一下，然后他小孩就这样哦，恁就吵，恁冲啊。 就话他说，哎，那你的家？他说，对啊，我在这里面啊。他说，那这都是你画的？他说，不是啊，那不是我画的，怎么这么乱？连小孩自己都有点吓到，因为他们其实也是住在，也没有到很深山里面的乡下，但是他们其实是住在比较靠近市区又市郊的感觉，所以。
他们住的地方晚上有时候是确实是用铁门拉下来，铁门拉上去，然后门很简单，所以他们觉得说是不是有人进来恶作剧。那天晚上他们就整理得很辛苦，然后又有点累，就是在这种怪怪的氛围，就全部人就去睡觉。睡觉隔天起来，他是先听到他的小儿子在讲说，就哭着走过来说：“妈妈，外房间啊，叫奇怪。”他进去看，打开电视，打开门，他进去看里面，电视机上面被写字，写到此一游，某某某到此一游，窗户上面也是写某某某到此一游，甚至有一个泥脚印就在他小孩床的旁边，他就觉得这太恐怖了，就是已经很靠近我小孩的房间了。他们自己也是有点吓到，他就说：“你那天在有没有在那里做了什么事情？”他就说：“没有啊，没有做什么事啊。”他说：“哎，爸爸，不过我这个名字我有看过，就是这三个字我有看过。”他说：“你在哪里看到？”他说：“我在一个石头上面有看到。”他说：“什么石头？”他说：“那个石头的后面有一堆土，你在扎营的时候我就在旁边，我有看到这三个字。”然后他就说，他爸爸就回想起来啊，因为那个是可能是有一些人他们没有什么钱，他们把木板弄在那里，可是没有很清楚的是一个碑，他就在上面，他在扎营的时候，他小孩就在那边写，自己写谁谁谁到此一游，他就在那个石头上面写。所以他太太一听到之后，他就静静的就跟他先生讲说：“赶紧给人回去嘞。”那他们也知道事情可能很严重，所以他们把东西整理了一下之后，他当天就没有去上班，他就再带小孩回到原本的那个农场，然后从农场上山，上山之后他就赶快去，他就真的看到他小孩的名字在上面，然后写到此一游，他就用矿泉水把它都洗掉，然后就在那里拜拜，帮他们整理好，然后就跟他讲说：“拍谁啦，我的囡仔吼，唔捌带几滴家乱虾物件啊，你原谅他，不要再这样子跟着我们一起回家。”那这件事情才落幕。他在那边的时候，回到家的路上，他就跟他讲说：“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让你写到此一游，因为有些时候会触犯到别人的禁忌。”这样，麻烦各位出去千万不要再写到此一游。对呀，我们不 care 你到此一游，所以呢，来了之后呢，对呀，你们到此一游，这个景观都被你破坏了 ，Who care？ 对呀，古董都弄坏了。还有儿子，我们还是不要露营吧，太恐怖了啊！对，来，请坐。好了，马姐很照顾哦。请问一下，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？我今天要分享这个故事呢，是应该想说一个大陆的朋友。对。那因为他们家其实很有钱，但是也是台湾人，他到大陆去做生意，只是他去的比较早，所以他们在大陆一直都经营的很不错。从他爸爸那个时候就经营的不错，到他呢也生意都经营的不错。两代。对，两代。经营的都不错，那他现在因为他自己独立出来做生意嘛，所以他做得很好之后，他就在他的工厂旁边买了很大一块地，然后就盖了一个房子。盖了房子以后，你就要入厝嘛，因为他们是台湾过去，所以他们还是很传统，就是要在家里要做一个供奉一个神桌，就请台北陈老师去大陆帮他安这个神位就对了。从他们第一天一进去，这个祖先的东西也一进去，神的东西一进去，只是还没有就定位的时候，他们就发现他们家飞进来一只非常大的五彩的大蝴蝶。哎呦，他那蝴蝶大概差不多半个手掌大，是不是这么大一只蝴蝶？那就很大了，而且颜色很漂亮，这样就飞进来。他说：“啊，老师，我们家就飞进来一个很大很大一个蝴蝶，那要赶他出去吗？”啊，陈老师说：“哎，不行，这有可能是你们的祖先，就是你们搬到新家，可能祖先跟着过来，那你们不要去赶他。”就让他要在屋子里待着就待着，不要在屋子里待着，他飞走，他自己就会飞走了。他所以你们不要去动他。到了第三天呢，老师去的时候，因为是从台北过去，他时间也是很赶。好，当他们就定位要拜好的时候，陈老师就感觉到说，这个蝴蝶其实是这个屋主的妈妈。他就跟这个屋主说：“啊，你妈妈生前是不是很爱漂亮？”啊，对。我妈生前很爱漂亮，而且她随时都把自己打扮得很整齐、很漂亮这样子。我感觉到这个蝴蝶是你的妈妈。就看着这个都拜完了以后，这个蝴蝶就飞飞飞飞飞飞，就飞到祖宗牌位的地方，就停在那里了。在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屋主的爸爸，比如这屋主叫 A 先生好了，这个老 A 先生就来了。老爸爸来进来，他也拿香去拜拜，拜拜完就看那只蝴蝶停在那，他就拿个扫把来打这个蝴蝶，你知道吗？他就要把蝴蝶赶走。陈老师就过来跟他讲说：“哎呀，当哎当哎，唔当了唔当了哈，唔当去改怕这
牙，他就说啊，这垃圾不牙那尾上没当爬，他就继续拿着扫把一直打这个蝴蝶。那他一直打这蝴蝶，蝴蝶就飞到比较高的地方，让他打不到，可是他还是停在那里。他这个老先生看打不到这蝴蝶，算算了，他就先休息，然后他们就开始再继续在吃东西。陈老师就继续在弄别的。过一会儿呢，好，这个又来了一位女士，这个老董事长就说，就跟 A 先生说，给你来，给阿兄和阿姨拜拜，给阿姨拜拜。其实这个阿姨谁？是老董事长现在的老婆。那其实他们好像要拜神要三支香，还要拜祖先还是三支香，所以应该要点六支。可是这个陈老师就跟这个 A 先生说，你点三支香就好了，让这个阿姨拜神就好了，不要拜祖先。那他就点了三支香给这个阿姨，请她拜神。拜完神插好了以后，那个爸爸就生气，认为说为什么不给阿姨拜祖先，当然要给阿姨拜祖先啊。那爸爸就去点了三支香，就交给阿姨，叫阿姨要拜祖先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大家都看到那一只蝴蝶就飞下来，飞到阿姨的肩膀上，所以阿姨就手很痛，手很痛就没有办法拿香，香就掉到地上。他的这个爸爸就跑过来说，哎，怎么会，为什么会手很痛，为什么会手很痛，然后就看到蝴蝶躺站在他的肩膀上，他就去帮他把用力把他拍走。他在拍的时候，这个阿姨突然变肚子痛，然后这个蝴蝶就不见了。哇塞，没有人看到蝴蝶跑到哪去，他的肚子就很痛痛，他就倒在地上，脸色惨白，开始冒虚汗，就是非常非常的绞痛这样子。那怎么办？大家就赶快叫救护车，就把他送医院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到了医院，小老婆走得进医院却躺着出来，这真的是大老婆的诅咒吗？那怎么办？大家就赶快叫救护车，就把他送医院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到了医院，小老婆死了。医院写他的病历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他是盲肠急性盲肠炎造成的腹膜炎，然后败血症就死了。死了以后，这个老先生就吓到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个小 A 先生也很害怕，就跑回去问陈老师说：“老师死。”是真的吗？真的是我妈妈吗？啊，哎，这个事情哦，本来就是可以避的，但是你爸爸没有要避。好，为什么这个阿姨来的时候呢，让我会叫你只要点三支香，让她拜神明就好了，不要再拜祖先。因为你妈妈在，你妈也没有要承认这个小的。那你妈毕竟是你爸的原配，她在祖宗牌位里是很正常的。那当初他会跟他爸离婚，是因为这个小的当初怀孕了，他妈都不知道他爸在外面有这个小的，然后他在外面跟这个小的怀孕以后，这个小的就一直逼他爸要离婚，逼他爸爸回去要离婚。那他爸要回去离婚，他妈不肯，他爸就打他妈，每天就打啊吵啊闹的，就是闹得整个家不得安宁，就要离婚就对了。好，就在很强势的要离婚的状态下，他们离了婚。他妈妈离了婚以后就开始忧郁症，然后就生病，一年以后就往生了。所以他妈心里是带着怨恨走的。那现在他的儿子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有了自己的盖了自己的房子，所以妈妈觉得他回来儿子这边是很正常的。没有想到这个爸爸来也很强势，带着这个小的来也要一样做这样的事情，他就火就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就也很生气，这个小的当初用这样的方法逼她的老公跟她离婚，她就觉得一切都是这个小的在后面搞鬼啦，所以她就把小的带走，对，这样子。那这个爸爸呢，当然他在医院看到他的小老婆走了，他是不是也很难过？那他就相信说可能陈老师叫他不能打那只蝴蝶是真的，他才回来回头问说，那该怎么办，要怎么样把他们两个分开啦，就是大老婆还是原配，还是等于他们家的正，就是对，正宫，然后这祖宗牌位里面只有他，那小老婆就要么就分开嘛，小老婆拜小老婆的，大老婆拜大老婆的，就不要把他们俩搅和在一起，这样这个事情才平稳。但是人都走了，对，所以有的时候不能太 TP， 真的不能 TP。
当有很多生物在你身边，呈现一个不太自然的状态存在的时候，它可能就是某种化身。对，这个千万不要去随意的去消灭它，搞不好你就会得到厄运。也就是告诉大家的，除了蚊子之外，苍蝇之外，大家尽量不要去杀生啊，因为蚊子没有，因为它咬我，我必须要给它死啊。好，来，接下来下一位是王凯。灵异外送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，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讲的一个故事。那我这个朋友叫小陈。然后这个故事呢，是发生他去当兵之前。那当兵之前呢，不是有几个月都是要等那个兵单来嘛？然后他们家住在桃园，然后他就在他们附近呢找了一个汉堡炸鸡店开始打工这样。那他的那个规模也算不小，然后有在做外送这样子。然后在他那边上班了大概不到半个月到一个月之间呢，突然呢就有一张订单来了。那张订单不小哦，他说大概加起来有1000多块这样子。那其实他们那个汉堡店的外送，好像是他们是外送员，好像都会给你抽一点车费这样，比如说这张订单1000块，给你就抽个几十块到100块这样。那平常可能大家都会争着说要出去外送，送张订单。可是那天张订单来的时候呢，他的同事们就完全不动声色，完全大家就不想要去接张订单，他也觉得莫名其妙这样。后来店长就跳出来了，说：“哎，小陈，你去送啊，你最新的，你去送好了。”啊，他也没有办法拒绝啊，他就是点着头皮说：“好啊。”可他看那个地址是在某某路23号，他心里想那里好像去过1-2次，那里都是老房子，怎么会在这时候有叫外送这样子？然后他也不由他，骑着摩托车就去了。到了那个点之后，看到是一个老房子，很大那种三合院。然后门口看起来很旧，这样子很久没有人打扫了，心想：天哪，这里真的有住人吗？这样，后来就推门进去，没想到，哎，里面还住蛮多人的。嗯，对，就中间一栋，然后左右两边都各自有一栋这样子，然后都看到有，就是晚上嘛，就有灯火这样，还有想说哦，就心里安了嘛，就想说送到了这样，开始进去，因为它是23号之9。就他去找的时候呢，就发觉怪了，怎么奇怪，没有那个门牌的编号，但是每一栋的房子的门上面都清清楚楚刻名字在上面，这样子他要怎么送啊？他到底要怎么样找到这个订餐的哪一户人家？这样，后来他不然来问一下，在外面的这些婆婆叔叔好了。当他要去问的时候，他就觉得不太对劲，每个人看他的脸色都怪怪的。甚至有一些那婆婆阿姨的眼睛是那种灰灰蒙蒙的这样，她自己就有点害怕。后来她就鼓起勇气找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善良的伯伯，就跟她讲，对，她就说：伯伯，我想问一下你们这边23号之9在哪里？那个伯伯就突然很凶的噼啪噼啪讲了一大串的客家话，还愣在那边干嘛？还不赶快走啊？对，然后他就突然自己回神过来，说爷爷不是，我是这个汉堡炸鸡店的员工，然后我是来送餐点给你们的这样子。然后爷爷说，我们这里没有人叫这个，你赶快走。后来他就说，爷爷你看那个，我们真的有订单，我们这里有写，你们这里是23号之9的人有跟我们订的这些东西，那其实也不少，那如果没有人收，我回去我会被骂这样。后来那个爷爷就拿过了那张那个地址的单子，一看了之后，自己的态度也比较缓下来了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又是那家小鬼在捣蛋。好了好了，爷爷就拿了2000块给他这样子，爷爷就要把那些炸鸡拿走。然后那个我的朋友就说：‘哎，爷爷不好意思，是23号之9订的。’然后那个爷爷就说：‘他们家里没大人啊，小孩子不敢自己下来拿，钱收了就回去吧，不用找了。’”后来他就被爷爷的这个态度也吓到了，他就觉得自己莫名其妙，他心里就想说：“好吧，既然钱都收到了，就赶快离开好了。”结果一出来到大门口的时候，就边走的时候，就发现有一些经过的人就用很奇怪的异样的眼神在看他。突然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，那个小孩说：“妈妈，那叔叔是送炸鸡的，因为他摩托车上面有一个那个罩子嘛，他说送炸鸡的，哎，那怎么会
怎么会送到人家的宗祠来嘞？难道死人也吃炸鸡啊？对，还是你就一阵毛从脚底麻到头皮，就想说想什么啊？他心想说好啊，那回头看看好了。不回头还好，一回头他吓死了。他一回头就真的是一个人家的宗祠，迎三面就是写满人家的名字这样。他吓死了，摩托车拔着就赶快回去了。回到了他的那个炸鸡店之后，他心里也想，也就不解释了，把钱丢到那个柜台，他就当作没这回事这样子。结果那天晚上要结账的时候，因为你谁送的外送，你都会有自己签名嘛，就那个收银台的姐姐跟他讲说，就把他叫去，就说小陈你在干嘛、啊？你知道现在七月都想吓谁啊？你为什么把名字跟现金混在一起啊？他当下就吓到一个没有话说。他想说他来上班只有不到一个月，他想说是不是这个地址呢，大家全送过，或是甚至根本不会有人，这边根本不会有人叫东西，所以他的同事们根本就不送，而且也没有人提醒他，所以他隔天就把工作给辞了。对，以后开店我绝对不会有外送这种，很可怕。来，觉得王凯讲比较恐怖，请亮灯，预备，一二三。要过关哦，好，换位置。好，好可怕。灵异大问号，今天一样。哎呦，我们还有香港网友来投这个喽。这是一个香港的网友他拍到的，所以他投稿来节目里面，他想要问说他是不是真的拍到那个，然后以及被拍到的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注意，可以去提醒。他其实是两台列车，所以拍的这个人是在他的车厢里面，然后被拍的这个人是在他的车厢里面，另外一台车厢。对，他是这样子拍的。我为什么要特别解释这个呢？很简单，因为你拍到的这个影像其实是贴在你们这个列车的玻璃上，不是在对象。是不关对面的事，不关对面的事。他虽然对你没有特别的恶意，可是你们算是比较近距离的，接触，面对面过。如果说拍到了这位朋友，你有一些身体上的不是很舒服，可以建议你去庙里面或到你的信仰去走一走。好，第二张，就是大家都会在家里面的自拍。嘿嘿，这一张他在拍，他拍到后面，后面有一个侧面有没有？然后头发是，好可怕，有种裂口女，嘴巴很大的这样子的感觉。他就觉得，因为是在他自己的家宅里面，所以他很害怕，赶快寄来说怎么办？是说我家里面有好兄弟或者什么，要怎么处理？对，但这张不用担心，因为他应该只是你后面衣服的折射，外套，外套，然后有影子，所以我可以拥抱他。好的，以上是今天的两位网友的问题啊，那接下来李亮。还我头来！前阵子我刚好跟我一个大学同学，我们聚餐，然后就那边聊一聊，聊一聊，他就说，他说，哎，亮亮，你之前常常参加还讲鬼故事的嘿，我提供你一个故事。我说好啊，他就说他那时候是听他大学同学讲他一个小时候朋友的故事，他那个朋友。小时候他们家在开面店，那为了节省就是租店的成本，他把整栋楼套厅也在南部租下来。那套厅也比较小，他一楼就是里面有一个那种，就是我们知道一楼都是面店，在那个一楼前面进去的那一个前庭那边，然后他就是里面放一个大冰柜，放在一楼门口那里。那那个冰柜，因为家里面就是为了节省开销，那个冰柜其实有一半是冰他们家私人的东西，那一半就是冰一些可能就是猪肉啊、结冻的什么什么啊，妈妈爹掏钱这行李。就有一天，他们班上有个女同学，我们叫她小雪好了。小雪就来他们家玩，就变成说她没有去帮妈妈收摊，然后她大概10点多都还在家里面。结果她妈妈那天其实有点不高兴，
然后因为就觉得冰箱是我找不到，帮我倒收的啊，今天冰箱来出来在剩，我哥就是还没有人帮我收，然后他妈妈就想说啊，难得来就自己收一收就去睡觉，然后那天玩到12点多，我那个同学的妈妈突然叩叩，然后门打开，林小雅被夹啥？小雪，阿姆祝贺你夹。然后他就有点，我那朋友就有点，我妈是在暗示我要叫小雪回家了，因为很晚了。小雪就说没啦没啦唔没啦，然后他说没啦，你别假想，我煮青蛙米和你夹。然后妈妈就悠悠的出去了，然后他也不疑有他，就觉得哇，妈妈欢景。结果后来小雪就说要去上厕所，然后就说哦，那个出去冰柜前面旁边有一个那个厕所，因为他们在外面设了一个厕所。走出去以后，大概5分钟以内的时间。他听到尖叫声，这是小雪的叫声，他吓到，他冲出去看，然后小雪已经跑走了，然后他也没看到他妈妈，然后只看到冰柜的那个门是打开，冰柜的是打开的，没有想太多，就是把它关起来，他就走到爸妈的房间里面去，然后要想说要去问妈妈，说啊小雪嘞，啊你不是要煮米回家，啊结果伊把门拍开，然后爸爸妈妈早了困到未输死底下同款啊。这根本不可能说还额外另外爬起来说要煮东西给小雪，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，然后他就没有想太多。他隔天后来隔天去学校，哎，小雪请假没有来上课，他还觉得很奇怪。那老师说小雪生病了，请病假。那昨天晚上12点多，小雪还跟他玩玩的好好的啊。他想说那下课以后他就去找小雪，下课之后去他们家，然后他妈妈就说哦，小雪跌绑筋来对了，他就敲门，哎，小雪，小雪。然后他就小雪都不回哦，他就自己把门打开，因为妈妈说他在房间里面嘛。那小雪就躲在棉被里面，然后他就硬把棉被拉起来。他小雪脸色非常难看，就有点惨白，嘴唇是白的，然后变青瓜。然后他就问说：“小雪你是怎样？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”然后小雪就看到他就有点吓到往后退，然后他不敢，就是跟他朋友有点保持距离。然后小雪就跟他讲说：“你妈妈，你妈妈是鬼。”他说你妈妈是鬼，然后我那朋友就说你神经病哦，我妈妈是人呐、啊。他今天早上还在做生意什么，我妈妈是鬼。他说你妈妈是鬼，然后说你妈被煮米给我吃，结果我去变色的时阵，你妈就把那个冰柜打开，哎，就问我讲，我煮米给你吃，啊吃配一点啊肉好不？然后他就说好啊，要配什么肉？要配什么肉？他妈妈从冰柜里面拿了一个塑胶袋，透明塑胶袋，里面还是红色的。就是鲜血，但是就是有双冷冻，他拿出来，小雪说他说在里面看到一颗，而且他说而且他就不敢讲下去，然后他就说你妈妈是鬼，你妈妈是鬼，你走开，我不要跟你做朋友，你赶快走，然后就是立马推出去，然后他就觉得你在讲什么，那么可怜，而且你干嘛骂我妈妈是鬼，你才神经病呢，他们两个就不讲话，隔没多久小雪就转学。后来这件事情事过境迁，长大了，然后大家上了大学，出了工作，出了社会之后，我那个朋友有一次，他就在那个跟他大学同学，他们就是去郊游，然后那一天他们的行程是夜访蒙阿波，啊，大家就去探险啊，然后甚至造就很白墓去，他有一个学妹去造墓碑上面的人脸啊，什么有的没的，然后看完以后，他那个学妹回去，隔天就发高烧，然后就病在床上起不来。然后就是全身上下就有一些那种痕迹，哦，才拢点那种，就带他去庙里面拜拜，然后就帮他化盖灵符啊，所以他那个朋友当下就好多了。帮他学妹化解完以后，他就是一直在盯着我那个朋友看。后来他就问老师说：“老师，你有什么代志是不？”然后他就说：“老师跟你讲，你妈嫌我，不要嫌我多嘴。你较早是不是有拄到什么款较无正常的代志？啊，有啦。”你哪个要讲什么较奇怪的代志？就是我细汉的时阵，我有一个真好的朋友，有一天伊来阮家佚佗，啊，佚佗到半暝啊，伊就突然尖叫的走出去啊。然后我隔天去找他，他就搞讲什么我妈妈是鬼，然后还跟他讲说什么从那个冷冻库里面拿出一颗人头什么的。然后，但是他很不以为意，他觉得他在瞎掰。老师就跟他讲说，有一挂人哦，伫个世间上缘分较薄，啊，有缘分的时阵，大家好好珍惜。你这个朋友哦。你现在应该找到我，要唔过你就想要找我。然后他就说：“老师，我听无你的意思。”然后老师就讲：“有一挂代志，我袂当甲你讲，我想明白。要唔过你回去以后，你家己
豆豆啊去想，豆豆啊去想，你若拄着过啥物奇怪代志，你才来甲我讲，才来找我。杨哥啊，然后他就说，杨哥，你这朋友今嘛足着急要找你，足着急。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就梦到一个女孩子，一个女孩子，然后身上就是穿着就是正常的衣服，但是已经有点灰灰土土，感觉就是从山坡上有点滚下去，就是脏脏泥泥的，但是没有头，就是剩下身。小美，小美，你敢会记得我？我是小雪。无头小雪现身，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？刚给爹哇，我是小雪，可是他没有头，怎么可以讲话？那声音是从空，就是空中飘来的，然后就吓醒了。那天也不怎么敢出去，就跟公司请假，然后在里面看电视，看到新闻，看到他们那个小地方的新闻哦，就说有在山区，他们那边后面的山区，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。现在女尸的因为没有头，身上没有证件，所以身份待确认。那因为没有头，所以他们就是把那个女生的身体的，就是这边马赛克，但是把她的衣服的样子就是有露出来。他看到那个衣服，他吓傻了，因为跟他前一个晚上在梦里面梦到是一样的。小雪，他就决定当天去找老师，因为他做到那个梦已经很不舒服。伊雷一锤老师，因为他去找他的时候已经是黄昏的时候，其实恁朋友伊伫咧宫外口，即马伫咧宫外口，伊唔敢入来。我拄只已经有去看过啊，我有甲伊讲话，伊甲我讲，他说伊讲干那有你，知影伊的头伫啥物所在，他整个毛掉，谁知道他的头在哪里？伊爱我提醒你，伊细汉时阵甲你讲的代志，伊甲我讲，你妈妈对冰箱内底揢出来的头，就是伊的头。你他说恁朋友是顶世人做无好。啊，这世人做人，啊，杨哥电视人的业主一直对伊对到今嘛，所以细汉的时阵，给他的那个景象是在警告伊，啊，伊大汉做，要给做一挂好代志，干嘛干嘛，甚至可能是去弥补。可是问题是，他怎么可能记得他上辈子的事情？他也就是被吓到以后，就想说，我不要再跟小美做朋友了，我被给你搬出，因为你妈妈是规定到就恐怖，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种事情，所以这个业就一直果然找到他，然后他就想说。底下的冰箱来的，可是那个冰箱，因为他妈妈他们家后来好过一点，然后家里面就是那个冰箱是买二手的嘛，可是还是就是又把它卖出去，全部都卖中古。那个冰箱现在就是在他们住的那个地方的一间育幼院里面，然后他就去找，那叫育幼院，就是的这冰箱啊，冰箱是拢冰几罐囡仔牛奶啊，一些什么什么的也没有什么。打开，找，找到最底层，在最底层。一个塑胶袋，就是用一个不透明的白色塑胶袋包着，然后就一大坨。他说：“黑款色是什么滴吧？无为不为。”他拿来把它打开，里面就是一个透明袋子，装的就是小雪的。他们吓死了，然后赶快报警。他们就去找到附近的监视器，因为怎么会冰在那个里面？结果是育幼院的工友，有一次小雪。他跟朋友他们去育幼院，他们的工友看到小雪，而且找不到他生个北拜，对他起了歹念，然后趁他去上厕所落单的时候，企图侵犯他。那小雪可能就被他勒死了，他害怕，那个工友就把他头剁下来，因为角落的监视器有拍到工友在拖东西的画面，然后就把他头剁下来，然后有时候在场啊，他又怕被发现。那他要把头冰在冰箱，因为贫穷时这次刮歹机不会被人家怀疑，他知道，而且他很清楚那个冰柜里面什么东西是大家比较常拿的。然后后来他也坦诚他放下的这个那个心肝，可是太巧了，就是怎么会刚好去同一个冰箱，然后就是整个事情就
就是我边讲的时候，我整个是麻到这边，因为我朋友在跟我讲的时候，我当下在泡沫红茶店尖叫。来，今天这个故事恐怖的，请亮灯，预备。为什么？一、二、三。头太可怕。来过关，来请帮我。我现在知道康哥为什么每次要吓我们了，因为被吓到的时候，别人看起来真的很好笑。因为大哥刚刚讲很好玩哦。哎，今天给你招待哦。对对对对，今天吓你们两个。来，雷文大哥。来啊。该死，你压到我了。我记得我在大概六七岁时候，我爸爸曾经讲给我听，啊，有一年啊，我阿伯要娶新妇了，他住的是那种三合院，嗯，啊，头前有一个埕，但是他没有围墙，嗯，因为有的人四合院有围墙，他那个是没有围墙哦，啊，伊住伫遐时阵。啊，阮阿伯啊，就讲哇，查新妇足欢喜啊，啊，就留我甲整理一下。较早唔是用针啊呢，较早用啥？你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？土针，对。土嘛。哦，较早就土针爱用卡落去揽，甲啥物做伙揽？甲迄稻草做伙揽，啊，做一个烤四个个，做好用胆嘛，做好爱摕起来，互你头拍再打，嗯，啊，再过落去贴，家己足认真诶，啊，伊就伫贴。在哪贴哪贴的时阵，啊，突然间一个人敲敲敲敲敲敲敲，哎，迄个人，我阿伯怎啊头甲我来看？哦，原来是青梅仔啊，目睭看袂着，哎，都干那看迄个青梅仔，啊，都一直行对树仔卡，底下这个等落去坐，啊，我阿伯啊，我伫继续伫做迄土砖啊，哎，做啊，突然间就听到一个青梅仔在话讲。别得甲看我，啊，这间厝啊，啊，拼了真好滴个啊，真清气，一定有啥物喜事个关。我那别得想讲，你都切眉啊，对无？啊，你都看袂着啊，啊，你也知影讲我这间厝足水个，啊，足好个啊，对无？哎呀，无要睬伊，一直甲看。啊，伊个在讲哦，真可惜，可惜，迄树位啊，你呐。贴安尼无啥物得当，哎，我阿伯听伊讲，阿大伊前面阿奶在讲，啊伊都看袂到啊，袂使伊奈知影讲我树叶安尼贴，咱无无得得当，我阿伯也无要插伊啊，倒转去啊，啊都搁头装袂用，啊伊都前面知影搁在讲哦，我讲的话啊，你若要信哦，啊你就信啦。你若无要信，你就卖信，不要紧啦，吼。啊，是讲你啥？伊拢叫阿伯叫你啥？讲你啥？你是一个真善良的人，有福气的人啦。啊，啊，就讲了了，干那个车尾台，搞，啊，今下就走嘛。我阿伯咧是讲啊，管大意啊，对不对？啊！伊这车名在讲，哎，伊也毋是啥物地理书啊，也毋是讲啥物先。管他伊在讲安怎，都继续已经要甲做，树尾啊做好，该拼好。过当年，阮表大娶某啦，哦，足欢喜个咯，娶某咯，娶倒来厝个啊。哇，在同年当中，阮嫂啊，生一个查某囝，袂歹，真古锥。好，阮阿爸啦，阮阿母啦，大家拢安尼足欢喜滴个啊，对无？哎。但是在这个因啊，阿未满月时阵，代志发生啊。每摆那个差不多一八点的时间啊，那滴咣咚咚咣到十二声的时阵啊，阮阿嫂的迄个面哦，规个拢变形去，好，迄目睭安尼睁，要甲人疼起萝卜同款，面拢是白的。讲什么话人拢听无，唔是讲讲咱这路人话啊，是安怎？迄囡仔本来，我阿叔伫咧饲靓啊，好一件，囡仔摕来那拍干落咧，拍干落你知哦？在那偷偷诶，伫咧说，阮表大伫边啊，常常咧看囡仔伫咧哭啊，伊都爬起来看，诶，看哪会安尼？哦，阮阿母也拢走来，拢伫咧看，讲啊，安那安尼，安尼赶紧，啊，落去送病院，
啊都卡住，镇定剂，转火，火安尼卡别，对对对对对。啊你好，医生就讲这无安怎，恁查查登记啊，可能是那啥哦，忧郁症啊啥哦，恁查查登记安尼都好。啊我就个查登记啊，啊查登记无安怎，隔顿工啊时间吼，那是到迄个十二点的时阵，分数啊，搁是安尼，啊是啊咯。遐暗搁较离经，一离经就对啊啦。哇，看这情形安尼唔对嘞，啊，到底安怎样？忽然间伊想到啊，想到安怎？迄个前面啊，进前有伫咧甲讲，讲一句话，因为伊即句话也无加迄路引导的人出来面的人伫咧讲，讲恁去即个树叶，伊阵在去树叶，伊讲去即个树叶中间。下骹有物件，墙壁底下是埋着什么？和大嫂歪掉的脸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去这个树叶，伊阵在去树叶，伊讲去这个树叶中间下骹有物件，上好你是往内面移一笑，迄只是向外国国移就唔当甲低调咧。赶紧，反正土砖家己做诶嘛，了一个工诶，哇，赶紧用，OK， 再来看。看无咧，干那只啊，这无啥物件伫个也无啊，啊伊就往内面移过落去做落去。但是在这中间时阵哦，有一间阮大爱行对街寮遐去，看到哟，街寮内面那一个迄个样奇怪，看伊那样，啊看伊惊啊，吼，伫个看伊，干那看到街头街身躯安尼尔，伊都垂伫遐往掉。就是是啥物歹命迄款？看咧唔对，伊赶紧来咧甲拜，第一甲讲啊，咧四方的即个啥物神啦吼，或者啥物好兄弟啦吼，恁绝对唔当。阮家即阮一家人啊，那无我明仔载吼，我会当啊传一挂三生四果吼，啊来甲你拜啊，拜到阮无。了，突然间都看街道内面咧，迄个白影，迄个嘣，有没有？他一眼那车都是车无，倒转来甲因老爸讲。因老爸想到讲哦，阿仔伫咧讲迄落代志哦，讲迄落下骹物，即有影，事实是有影迄款，安尼赶紧，咱来传一挂三生四果来拜甲讲，阿都有影，阿都去拜伫迄块甲讲，在即讲的时阵，赶快去按，分数啊，伊也阁是起病，但是伊起病无遐严重，全人。因啊，等伫边啊吼，目睭磕磕昏昏，伫咧昏厥管，啊伊都垂伫咧斜斜念，第一念讲啊都对面船头迄某某人遐啊，吼，我会来去遐，今仔日我伫恁遮，恁大家拢看到我的真面目，恁拢无伫咧伤害我，我会知影恁这个野人，吼，我会好，我会离开，拢无代志，安尼，拢无代志。当一群阿囝，阮叔阿都切起来，拢无安怎？伊听讲，哎，恁大概是伫创啥个哦？都安尼伫问，发生过代志，伊拢唔知影。阮阿伯心内都有数滴，就讲既然阮抖音新妇，阮叔阿会讲遮个话，是毋是讲遮个对面船头迄某某人是毋是来甲通知一下？讲遐你都爱拜，嚯，对面迄个佫较食力，安怎讲？因为迄个人真铁气一个，啊，本来就是拢娱乐乡民啦，拢欺负人啦，你知道啊，心术也无好滴。啊，伊甲讲这個，伊就讲你咧骗笑诶，我有滴甲你信这個，世间那边哪有这种物件滴？也唔讲，事过三年，你知影对面传到迄个人家破人亡啦，农家散的，规家伙拢出代志。伊就暗时啊，伫困咧，有眠梦就讲啊，交代伊讲，你爱用一个什么神明，伫什么大树下来用，吼，你爱照三顿甲拜，恁兜就会化解。
迄都是啥？迄都是土地公。就安尼落去甲拜，照生照三顿了甲拜了之后，因到拢无代，迄传统拢是平安都对。所以，咱大家伫真卡，恁即马大家拢伫真卡，田边啊，你伫咧看，拢足济土地公对无？对。这都是这个由来。是的，土地公的由来。土地公的由来，恐怖的主亮灯。一、二。谢友琴的表情比较恐怖。哦，来颁奖。送一个东西给你哈！哎呀，谢谢谢谢，我这个人往后一看，哎呀，谢了谢了，高尔夫球组哈，真的真的啊，好不好？对，改天我们再比赛好了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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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。好了，节目最后再给各位提醒一下，这个2016风华绝代女生将在1月2号、8号、9号、16号啊，在四个地方，北、中、南、东。这个陆续的要为各位表演的，是啊，这个内容非常的精彩，去买票就会得到无限的快乐。今天谢谢大家。